李静，主持人兼经历过坎坷，他可能只有悟性，但他真的不能说把这悟性去转化为一种行动力。因为我做超级访问做的收入率特别高，但是由于我不善经营啊，我赔得一塌糊涂嘛，就是那两年的日子特别不好过，而且我之前都很优越，我觉得生活水准直线下降，就是因为做了这件事儿，就等于上了个贼船，把我自己的生活也搞得很糟糕，每天都是挫折，天天负债，然后天天都是有不好的消息传过来。后来理顺了以后，包括公司发展越来越好，就出现了那个问题，我惧怕风险，就是说因为曾经发生过那个很大的风险，所以我再做什么事儿，我觉得我不如原来那么勇猛了。我就跟别人聊，我记得特清楚，我说我觉得我变了，我觉得我变得不再那么有冲劲儿，我变得好像就是一定要这个事情没有风险才做。我记得那个人给了我一答案，说你成长了，说你以前是看着石头，你非拿脑袋跟那石头去磨，现在呢你看着石头呢，你学会去，我是用手推石头呢，我还是用脚踢石头啊？说只要你没有说看见石头就躲，其实你还是把石头要挪走，只是你给了自己时间去想，去踢呢还是推呢，但是你习惯于以前拿脑袋去撞石头，所以你还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害怕风险了。他说不是，你进步了。我觉得其实我想风险你失败的几率就会小。我以前为什么失败的几率那么大？因为我什么都不想，所以每件事都在失败。你比如我做超级访问，广告也卖不出去，就是总出问题，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去做，做。但是在十年前，整个电视业的竞争并不激烈，所以我存活下来。如果今天你跟我做一样的事情，就像我当年，就会死得很难看。我觉得我在那个时代，我的那个行为是因为上帝对我比较厚爱，没有把我干掉，可以让我就是积累一些经验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做很多事情，我一定要告诉我自己，我最想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不说做，我一定说开会，让大家坐在一起评估，所有人的评估通过了，我才会做。我永远不会说不用跟任何人商量，我做吧。人千万不要自负，所以我很感谢，就是说，在之前我们经历的那些挫折，所以练就了一身虎胆。如果上来很顺利，我就不可能变得那么坚韧，那么乐观。是因为乐观是什么？因为你太糟糕了以前，你现在才觉得特别乐观。所以我觉得人可能还是要先经历一些挫折，你才会懂得去品尝的乐趣。如何才能在创业初期挖掘自己的潜力？我觉得那时候激情特别重要。我只对我喜欢的这些事情特别有兴趣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跟这种聊天，然后喝酒，酒到酣处啊，然后大家胡说一些东西，就是有时候碰撞聊天。我们那时候超级访问创业的时候特开心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喝白酒，然后大家就聊，哎，我们要成中国最牛的制作公司，其实我们就2万块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两个大学没毕业的学生，我当时带了，我就觉得我们特别有理想，有激情，然后喝酒。一般只能喝半瓶，因为它一斤的嘛，几个人差不多，几个女孩喝四五两，然后我们那个厨房的柜子上就有很多半瓶半瓶半瓶，就那个画面我印象特别深。然后闭门造车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很有激情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多强手，我们就以为自己挺强的。我觉得在某一程度闭门造车非常重要，因为你看的太多你会被吓到。我们那时候觉得我们就是我们一个制作公司，你知道吗？觉得我们几个，哎呦，想的主意都太棒了，互相表扬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，然后互相表扬，特别逗。我就觉得后来我跟他们就是说，你们觉得咱们像不像那个鲁迅里面那个阿 Q？ 就是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都好厉害，什么都敢在节目里表现。我们就把那个快餐盒倒过来，然后喷上的银漆就是铺满了墙，觉得特别的后现代太空的感觉，就那么敢做节目。你想要掉一个掉嘉宾脑上多难看呀，我们就敢尝试。后来我们去电视节的时候才发现，一进去傻了，有几百家展位，我们说啊，不光我们一家制作公司啊，可是我们已经投资了。可是你翻过来想，如果我们上来先拿北京市黄页查一下有多少个制作公司，我们一定会放弃。我们有2万块钱，仨人，我们干嘛要做这事儿？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，就是因为你无知，你不知道有那么多人，就无畏，然后你已经做了，做了你也停不下来了，算了，就往前走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去太理会别人在做什么，多想想自己，互相鼓励一下。就是很多企业
到后来其实反而不成功，都是高手，全是高手。我自己后来就真的看到一些企业的变化，不是高手才能做成事儿，可能一帮有激情的低手，但是彼此我们彼此很信任。你知道那时候我比如说一创意旁边讲太好了，后来我发现我过两天找他，我说你们都是你们把我害的，让我干这件事，干得我骑虎难下。但是你发现你骑上虎了，你就要想我怎么不是让虎把我干掉，就得我把这个虎干掉，反而你练就了一身虎胆。如果特别顺利，比如说我先是一个名人，然后呢有人给了我一堆钱，然后我就得摆样子，仨秘书俩司机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我们公司得有茶水间，到后来反而不成功。我们当时我记得那个地都没装修，我都不知道那地要装修，没想那事儿，就想节目，就跟那偏执狂一样，就想着我的节目。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最大的心得就是互相鼓励一下，重要的是尝试，你不要太在意输赢，你的底线只要输得起你就要去过，这就是你人生的角色。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激情特别重要。如何让自己的个性去适应企业的发展？我一直会觉得就是说对自己认识比较清醒，我认为就是说你要需要胆量和勇气，你要去想想我是谁，我最擅长的是什么。我自己就看过一本书，他说你把你的优点全写出来，你把你的缺点都写出来，然后你再想你创业你能干什么。你比如说我胆小，我抠门，然后呢我怕疼，然后呢我没毅力，我觉得你啊就不要创业了，你找一个适合你的工作挺好的。我是一个特别胆特别大的人，我好冒险，然后我输得起，非常豁达，我不会很快给别人定为敌人，我基本很少有敌人。我缺点就是我毅力很差，有勇气没毅力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是我善变，喜欢厌倦，就是这个事儿成了我就很厌倦。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急躁，就是我把我的优点跟缺点写完以后，我就大概会知道我能做什么事情，不能做什么事。比如说工作就是对应的它的优点就是弥补我的缺点，这是我相对比较理性的一样。比如说我有胆儿，我就找那没胆儿的人。你看我的经纪人就说你哪儿都比我好，就是你没胆儿。我有胆儿，他说对你就有胆儿，那我所以我跟着你。然后我没有毅力，你看我为什么就减肥对我特别没有毅力，就是我什么方子都知道，我没毅力，喜欢关注内心，就我为什么要这样，我为什么不吃这个，对啊这多好吃，但是呢什么方子我都知道。所以我特别的就是善变，然后我有一特好的创意，啪说完以后怎么怎么做，但是呢我绝对不会再找一个我这样的人跟我工作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就黄了。我会找的那些特别能明白我说什么，然后很有毅力的人把它做下去，而且他的成就感是享受在第四排第五排第六排，他根本不享受前三排，我根本不享受后几排，我永远要找这样的人。所以我在面试看简历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自我评价，因为一个人的自我评价可能是他最 enjoy 自己的地方，我就看踏实肯干，然后有毅力，这个看一看，有时候我富有激情，然后充满想象，当然我也喜欢。所以我觉得人你要创业也好，你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你应该能够驾驭什么人，你能够跟什么人在一起合作。我可以跟小心眼的人在一起工作，是因为我觉得我特别的豁达，但是呢只要这个人很能干，我永远不会跟心胸狭窄的人打起来，是因为心胸狭窄不是坏人，豁达也不一定就是好人，只是大家认对这件事的认可不一样。他比如觉得我这样做不对，他要说出来，他就变成了心胸狭窄，而我这么做我觉得无所谓，怎么都行，我就变成了豁达。所以我自己可能如果说比较理性的一面，我会花时间去研究人，就是说我应该是一个什么人。我觉得就是互补型，可能我那个个性根本不适合这个公司，我就是把我的个性愿意改变，在职场当中是个性跟职场的融合。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要改变这个事情是一种训练。我经常也会觉得我的个性很有问题，但是我愿意改变，我愿意适应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包括今天的发言中得到更多的机会。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朋友的人，聚众聊天是我的人生爱好之一。可能在人格特质上我是一个
离不开人的人，就是大家特别开心在一起会特别有效果。就是很多人越来越封闭，是因为你越来越看不上别人。我是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你看不上的部分，但是你想想，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的朋友在开许仙，然后我就很愿意去尝试这家餐厅，然后就发现很多朋友在那儿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这个餐厅我太喜欢了，你为什么开的时候不找我入一股呀？他说你愿意吗？你要愿意我们早就找你。我说我愿意啊，就下回他可能再开一个新的店他就会找我。这是算不算突破？可能我就成功进军餐饮界了。我可能因为朋友比较多，然后我会在朋友的这个做事当中去发现，因为那个并不遥远，写书写得太遥远了，讲美国、德国、英国，那我这就旁边这人，就他是乐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那急的时候，他急的时候，他慢慢他们几个做餐厅，然后会把餐厅经营得那么好，就觉得，哎，看来不是说餐饮界的人才能当餐饮大王，可能是搞音乐的人也会做餐饮。那我就特别喜欢从朋友身上去获取这种信心。我一个朋友最近跟我说，哎，我是不是得抑郁症了？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不愿意参加朋友聚会。我说绝对不要，一个任何无聊的聚会也许是下一个新的希望的开始。真的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当你对别人关上大门的时候，你的机会就在减少。你参加一个无聊的聚会，就在外面喝咖啡啊，又聚众聊天，他说我在干什么什么，他说我在干什么什么，就是特别无聊。但是很多人说啊，我都是跟他在一个特别无聊的聚会中认识的，所以我经常把这句话当作一个特别有意思，就可能最无聊的一个聚会，你的那个爱就开始出现了。其实我觉得交有益的朋友会特别有效果，所以我觉得不要排斥。如何克服自身不足，让企业有良好发展？其实我管人方面挺弱的，后来所以我现在就不管了嘛。就说因为我们公司现在400人，有职业的 CEO， 非常专业，也是原来这个华纳的大中华区的主席。所以我非常喜欢请我的老师的这类人，像他在台湾，像孙燕姿、张惠妹，都是他成功打造出来的，就是职位很高。所以我是多次奔赴台湾去请。我为什么要请比我能很多的人来？就是因为我的个性，这个公司一大了，我是非常不适合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很心细的人。我刚才不是讲到书记吗？你10个人的时候能做思想工作，40个人的时候你还可以知道谁高兴了谁不高兴，你到300人的时候，你再加上你很忙，你有心没力了。公司管理是靠规则，不是靠情绪，不是靠理想。原来老说跟我冲，10个人行，到300人跟我冲，有200人在睡觉，他没听见。还有一个培训机制，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很性情中人，他不是说为了一份高工资就会跳槽，所以你要永远比他们走得快。他们是80后、90后，如果他们让你感觉你就是一个70后，我觉得你在做事上要00后。我们公司玩微博，我是第一个玩的，然后我邀请他们所有人开，教他们所有人玩互联网视频怎么样做，就是你给你的导演和制片人永远最新的东西，你要让他感觉到他不用交学费在这上班，而不是让他感觉你在掏空他，在复制同一件事情。因为我就是个很容易厌倦的人，所以我就知道我们这行人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所以你要永远是让他们觉得，哎，节目可以这样做，人可以这样做。所以我觉得作为领头人，你自己在业务上的这个能力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没有很强的管理能力，但你至少在专业上大家去信服你，我觉得应该是。